这是王蒙最难忘记的社死现场。在综艺里幸运的和偶像黎明搭档，哪料黎天王把王蒙当成了男生，还贴心的提醒王蒙保护好重要部位。我是女一，又跳水了，你那也是。就这一句话，王蒙直接粉转黑。黎天王还不止一次的把王蒙当成男生。比赛开始前，黎天王就热情的邀请王蒙一起去上厕所。需要洗手间是不是？对啊，好，走吧。天王已经被吓尿，邀请粉丝的同时忘记了性别。这幸好是王蒙大大咧咧，根本没意识到这件事。他却不知道黎天王是彻底跟厕所杠上了。去世这位，对，先找洗手间，好吧。等我一下，很快。太阳晒很口渴，你喝完水之后可能身体蒸发了，但你再喝 一瓶水下去的时候，那不蒸发了，它让你上厕所，所以每次反应都不一样。黎天王一次次往厕所跑，因此落后别的队伍很多时间，铁定是要最后一名了。身为运动员的王蒙彻底崩溃，再也不是迷妹的星星眼，而是能宰人的刀子眼。他们好不容易到了最后一关跳水，黎天王突然要去更衣室换衣服，结果助理没帮他准备泳衣，在更衣室里好一番折腾，王蒙在外等得崩溃了。没有搭档，哎呦，我们这气拳就可以，真的，我觉得就这种速度，没我们跟他比。开玩笑，我的天哪，你不理解，真的，你理解不了我们这个。理解了，我也理解不了。没事，我不能，我已经习惯了。现在我排了很长时间队，已经到我们了，然后还没有出来。你不觉得我一个人坐在那个排队期的时候，你不觉得我很孤单吗？你看着我。很久之后，黎天王终于慢悠悠的出来，还很热心的叫王蒙，作为男生要好好保护自己。我是女一，又跳水了，你那也是。听王蒙这有气无力的回应，真实的知道一秒粉转黑是什么感觉了。如果黎明知道王蒙其实是女生的话，会不会比王蒙还要社死呢？